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会为大家示范 extension 的动作，会训练到我们拜拜肉的位置的。大家可以在家里找一些水樽或者是一些轻声哑铃去试做的。首先我们会捉在手心的位置，伸直手向上，吸气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曲手，呼气的时候再将我们握直举向上，吸气呼气上。咁你留意我做嘅时候咧，会收腹啦，同埋我个手臂系一直 keep 住喺耳仔侧边嘅。当你做大概五至十下咧，慢慢咧你就会感觉到你嘅拜拜肉喺度吹紧力噶啦。放松嘅时候记得慢慢放翻低就可以了。